是我的尾鱼肚越来越大。流汗了哈，还没流汗了。你这个你唔在听有无？连裤底都拢打鸣啊！你也流汗啊？你今天不是耍废行程的啦？我觉得用牵的比用洗的还要快。你说那个？我要休息一下，不然我要叫救援了。这很现实，没运动就是这样。都不能讲话了。为什么不能讲话？快喘不过气。哎呀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不行了。真的要运动，像他这样每天都去骑脚踏车。我也没有每天骑。有个船啊，我觉得我上去一定会腿软，下来用牵的。哪里？这个啊，这下去绕还有一段路。好、哦。他刚才写那个大妈两米子，可能是以前矿工的那个出入口吧。嗯。就是还有一公里啊。就刚刚看到那个。刚才那个是外面的大妈两米这边。哦。没有，你如果那个网络搜寻啊，那个还可以看得到那种日据时代这边那个繁华的景象哦，照片。对，你没办法想象哦，这边以前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。对啊，而且是个繁华的夜市啊。然后因为它那时候都是木造的嘛，它风吹日晒雨淋就都不见了，剩下那个基座在。啊，你看这里以前是多热闹啊。对啊。我们这个啊，这个就是那个伽马点遗址啊。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以前这个是炒热炒的地方啊。哎呀，后面还有土地公庙。后面哦，去看一下。你看以前这个矿坑这有多少人啊？这里住了多少人？对啊，这边算是一个市集啊。市集啊，哦，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土地公庙啊。我以前曾经玩空拍机，飞过那个山头，结果不见了。然后失手都没找回来。有，我走了大概一个小时，翻山越岭把那一台找回来。怎么找得到？因为你有这边有录影，你看那个地形。对，我大概知道，那时候我没有迷航，只是因为去的时候整个5.8G 的图传讯号没了，就掉下去了。哦，干嘛讲意思？骑这个就是要背个水袋的，哦。背水袋我也觉得不方便。是哦，我觉得背水袋就只有我在比赛的时候方便。哦，用这样子。哎，啊，其他时间我都觉得，我宁愿这样拿出来喝休息。因为那个，他们不是有接这个？你洗那个吸管都很脏。对啊。啊，你还要再花时间洗那吸管。哦，对对。就干脆这样的方式好了。然后水袋用久还要洗，倒不如这喝一喝就丢。嗯。或者买那种
水平就好了。嗯。这边有航线呢。对呀、啊。那么大。然后有时候水袋，你这样里头要再收纳放一些东西不好放、嗯。对。水袋就已经把你的空间都占满了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应该是国内航线啦、啊、这应该也有百来人呢、啊。嗯，这可能搞不好是国内航线呢、啊。那个台东，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日本的。从这边跳。对啊，对啊，绕一圈回去了。哦。傍晚要去哪里？我说傍晚我如果老婆没来，我就去工厂。好，我们用第一人称镜头跟他去攻。我们精神上支持。没有啊，镜头支持。因为傍晚去骑的话，比较凉。啊。我再带个头灯啊，到时候再夜骑回来。好。你说那个？对啊，那个茶壶山。茶壶山啊。啊。这个角度看不像茶壶啊。像一只鸡哦，鸡人山不是安尼来，哇！到了，哇！怎么这么快？对啊，清楚很多。变轻了哈。对啊。对啊。你的空白机可以飞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比我早上拍也清楚很多了。我们这样骑3公里。3公里，500公尺。哎呦，还好没有骑到底下3公里。不然的话哈，这个时候可能在那边一边干掉了。我体会到什么叫软脚的感觉啊！体验一下哈，这种热天气哈，车顶上的隔热效果好不好啊？没有带个温度计来量哈。嗯，不用上去感受就知道了，会不会凉爽啊？那上面可以透风吗？有啊，四面都窗啊。那把它打开咧？打开还更凉啊！来，我们四面都打开来看看。搞不好可以在里面睡个午觉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哦、喔。再开一个电风扇。啊，大叔上来感受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很凉爽？欸，这个比一个仙顶，跟仙顶差不多的价格。这都已经六年前的东西了，六年了，对啊，六年六十几次而已，啊，不会啦，嗯，不会热、嗯，真的，上面不会热，还有一只电风扇，哦，电风扇吹，我如果两个人我就带两只啊，一人一只就对了，哎、啊，这只电风扇会凉哎、欸，当然会啊，嗯。我看，哇，它的隔热效果还不错了。
还有那个防寒效果也不错，防寒也不错。它那个你那个只要马上把这一拉起来，温度就升高了。嗯，但是这个如果再拉呢，是不是会更凉？透风啊。对啦，这个要拉啦。我这个拉起来就整个就差很多了。我、哦、拉好几层呢，你看，我、哦、这边还有一层，我这个把它再拉出来，看看它的透风效果。就跟我们那个车顶帐，那个什么，我们的那个这个帐篷，有啦，这样就整个是通风，挡住了，可以，上面够凉，嗯，完全是通风的啊，然后上面又挡住，好像在大树下，上面也是两层啊，对啊，这样就很凉了，其实这电风扇就不用了。可以可以，你要睡午觉吗？我说你可以睡个午觉哦。对啊，你有睡午觉的习惯吗？会啊，有时候静下来就睡了。好、哦，饿了没？嗯，饿了没？要吃饭吗？我饿了，等一下叫小仙煮个面啊。等，我自己也有带什么米啊、罐头那些。不要。